母爱太伟大，甚至能跨越物种。摄影师 Prakash Bradu 在印度拍摄鸟类时，偶然看到了一只狗狗和一只小猴亲密相处。原来那只怀孕的狗妈妈收养了失去父母的小猴，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照顾。摄影师说，那只小猴子大概十天大，它的父母因为偷农作物而被当地人带走了，它心存善来，被这只狗妈妈收养。狗妈妈和小猴子会一起午睡，小猴子非常调皮，一刻都停不下来，在狗妈妈身上爬来爬去，狗妈妈任由它胡闹，自己休闲地睡觉。狗妈妈和小猴子相处的画面很温馨，它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物种，狗妈妈本身也有怀孕，但它还是愿意照顾小猴子，尽自己所能去保护它，这种大爱很值得人类学习呀。